日本网民，在白人眼里，日本人、中国人、韩国人都一样的吧？如果将欧美国家的白人的照片放在前面，相信有不少人分辨不出各自都是来自哪些国家。当然，如果换成非洲国家的黑人，那就更加难以区分。那么在外国人眼里，东亚中日韩三国人的脸是否能分得清？最近有日本网民发帖讨论，在白人眼里，日本人、中国人、韩国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吧？好多蠢货觉得日本人被他们特别对待了。楼主的吐槽引起了其他众多日本网友的热议。以下为日本网民评论，原创翻译 ,RCH 中文网。译者林。一，日本人见白人黑人人变。从日本人看来的话，白人黑人和亚洲人也都差不多啊。二，人。人。知道的人是知道的。不知道的人不知道，不能够归为一样。三，日本人见同，从日本人看来也是一样的吧。四，重量，无关紧要啦，大家友好相处吧。五，妄想，气魄一般人。普通重量，严和烈等源。妄想吧，欧洲根本不在意那种事情，特别是普通人，大家相处都很友好，絮絮叨叨说个不停的只有劣等猴而已。人界黑人松其一去，从亚洲人看来的话，黑人大便、松其帽、威尔史密斯、Choke Bat 和丘饼都是一样的呢。七，黑人区别多。黑人还是勉强能区分的，因为美国黑人很多是浅肤色的。